检测会本来就不重要，中常会才是权力最高权力核心啊，要经过中常会通过啊，对不？所以你检测会的没意义啦，所以我有表达婉拒啊。秘书长有打电话我，我想银行可能恁也有看到新闻。啊，选测会这问题啊，实在讲诶，啊有，秘书长卡来的时阵，我有甲讲哦，我考虑一下，反正诶，你即马雄雄安尼哦，啊，其实恁唔卖想很济啦，我讲选测会本来就不重要，选测会迄是民进党。蔡英文哦，一条刚用一个什么的选对会，选对会怎么样？嘛是您所做的决定，拢爱来中常会，中常会才是权力最高权力核心呐、啊，要经过中常会通过啊，对不？所以你选测会的没意义啦，所以我有表达婉拒啊，啊婉拒啊。哦，婉拒了后，就是讲，我认为不一定有成立的必要。既然社会大众对这样的安排，哦，尤其咱的支持者，民进党这么想欢喜啊，哦，啊那安尼就无需要搁当遐拉，迄愈拉愈歹，愈吵啦，讲白，啊，不如我是，而且我个人呐、啊、吼，我个人建议不如就停掉嘛。哦，中正机构嘛，有咱有14个县市长的啊，对不对？14个县市长，哦，因嘛拢有实力啊，嘛拢真了解地方啊。啊，若无，哦，就废掉了，先本来搁等于中常会嘛，哦，所以无必要搁伫遮咧创这有诶无诶啦。哦，你若讲，倒不如的主席，哦。主席本身有魄力，我快速处理起来，由我主席独断嘛。送中常委，恁若感觉无好，就卖我过，好就过，哦，就唔免佮叫这个人啊，佮来用啊，因为社会你看得不偿失啊，哦，何何必啊？抬个回哪底的是安尼，所以造成这气势怎啊定落来？我早就讲过，民进党赖清德定义一尊了后，伊的民调会起一波嘛？哦，啊起一波，你国民党无起，停伫遐，就会有可能又落过啊！啊，即马都无者，哦，所以四月份，哦，伊定义一尊了到四月份，赖清德的民调有可能伊就逆转胜啊，逆转过，合理的啦，唔免担心遐济啦。啊，即马就看国民党要怎么站稳脚步，要安那徛稳脚步啦，对不？就是安尼嘛，闹遐复杂啦，无遐复杂，哦，无遐复杂。啊，所以大家大讲即个工作做安尼，哦，大家顾虑遮济，调整一下。哦，调整一下，没有问题的，大家不会说什么啊。如果你坚持固定安尼要都撸了，安尼表示无水啊。哦，你了解人民，因为即马支持者也好，台湾人民也好，民进党做个遮人拢讲，因就是对国民党希望有高度的期待，而且人民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你政党。所有的政党恐怕都跟不上人民的速度啊，所以你不要那去，对不？人民对你的期待90分，结果你表现65分，安尼伊就甲你拍枪安尼，所以要快速回应人民的期待，啊，快速回应人民的期待。啊，你讲若要问台南的什么人来做较好，其实。慢慢的去
顶礼拜秘书长伊就问我，讲倒一搭倒一区啥物货安那，我嘛有甲分析，哦，嘛有甲说明每一区的状况如何，对无？所以，这吼，我认为用感情邮票用啥拢好啦，啊，但是社会是。总统即个政权，即个物件是爱50%，你也茫袂。哦，除非三骹拄拢接近啊，无拢一定爱51%。而且51%就是讲，敢若只有靠政党的支持是不足，一定爱靠社会大众，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。中间选民靠有法度，哦，靠有法度，哦，一个政党来摕着政权。所以，个人无好甲歹，没有个人的好恶，只是讲你现在有这个所谓选策会，既然已经搞到今天这样，变成是负面呢，安尼变负面呢？因为很多蓝营的意见领袖也都讲话了，啊，那就更不用讲中间选民。所以，是不是应该改个方式？我的意思，我是已经有表达了。我媒体我有那 AM 看到有报啊，既然终归最后都是要中常会通过才算数的，那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啊，或者是就是我主席前纲独断啊，认为安那上好，你会使甲这个人问，会使甲我问。安尼好嘛？好啊，处理好。你就决安尼啊，上中常会背书通过，最后是要全民哦，全国党代表大会通过才完成总统提名。所以中常会通过了，那个全代会通，安尼的正式提名。啊，立委哦，当然就是中常会，中常会。啊，立委那是优势选区。譬如讲，民进党伫南台湾，对无？民进党伫南台湾，安尼因着有可能爱接受初选的调整。国民党伫南台湾，有可能揣无人当选，就授权主席征召嘛，中央征召嘛。啊，国民党伫北台湾有人竞争，因为遐较对哪样来讲较好选，所以在北台湾就可能要办初选嘛。是安尼啊，这本来就安尼啊，无啥物美感啊。游戏规则定了，哦啊，例外，比如艰困选区，民进党是定没有拿到42.5%的选票，就是艰困选区哦，啊，国民党通常伫遮拢无，对无？你像我即摆选43.8，43.6，哦，这算做。所以应该大家讲，你两家即个选了袂歹，顶破你想袂到啊，黄市长伊48%嘛，你阁互对方无够，伊是现任的市长哦。所以如果以市长的选区，以民进党的定义，这里就不能定为艰困选区了。但是立委顶届选的拢都算艰困选区啊，顶届的得票率。台南、高雄都算是艰困选区，所以这个是真清楚。这不是我党务当过8年的中常委，当过副秘书长，我也当过7年多的台南市党部主委，对不？兼任过，所以我真清楚党可以怎么处理，那党可以。在什么形式可以怎么做？没有对跟错了，没有对跟错。今天因为这样，阿里的是拄着啊，拄着的从善如流，调整，调整，搁调整，阿那无的是暂停嘛，搁置嘛，反正也不急在此时一时一刻啊，先搁置。所以，这是我
即个新闻上小啊，拄倒来到台南，哦，啊记者甲我问了，我就甲大家报告咱的想法，咱无私心啦，哦，咱是爱国民党好，因为国民党上接近执政嘛，国民党上会当有机会甲政权摕倒来，啊，你若是即国民党无甲政权摕倒来，继续个民进党者是害死着遮个庶民百姓。哦，才凡夫走卒、担仓卖菜，才属农工商，安尼就非国家之福，哦，非国家之福。所以，唉，就是这样啦，啊、哦，那希望，当然，咱毋免去讲歹听话，无需要，哦，国民党需要的是团结。啊，做无好，会当要求互做搁较好，啊，会当较好，咱就尽量互搁较好，哦，啊，毋免讲啥物人，安那啥物人啊，无必要，哦，因为人咧做，天咧看，即摆人民哦，比政治人物较来个啦，逐工咧直播，伊咧看啥物人讲啥物话，人咧评断，人就知影，哦，你咧想啥，你今仔日做啥，就是你咧想啥。对吧？满食满不食，食食不能满。恁拢是智慧高超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老仙家啊，哦，免啊骗恁的目睭骗得过，不可能吧？对，恁都毋是今仔个出来上班的个。